志豪还是第一，我的第一名。第二名诺亚月娇，可是我更喜欢十豪，因为十豪很好笑，而且我被他的口水喷很多次，就我爱上他。什么？我觉得我有点 M 是不是？粉红泡泡。虽然我没有跟那个子森对到戏，但有一次他在甜点店出现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的排名第一个是他。第二个的话就是给 BOSS 好了，第三个是诺亚 Chef， 那最后大家就知道是谁啦。月娇，对角色吗？对，对角色。第一名嘉尔，第二名嘉尔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心。嘉尔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访问。就是你。如果太超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什么意思？廖发第一。没有啦，我看一个出乎意料的。第一名。诺亚。第二名。月娇。还有谁啊？子森啊。好，让他第一名好了。他第一名。